陈时中部长做得非常专业，非常负责，非常好，我们不会换，我们不会换，我们不会换。机票的价格等等，使用者付费，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减轻同胞的负担。接回国人同胞一直是政府努力持续不断的工作，还有滞留的同胞要回来，总之都以最方便、最能够接回来，也能保护同机乘客的安全，也能保护2300万同胞的安全。这个英国情侣讲话不是事实，可能也是个人情绪。那报道的媒体也已经删除。台湾真的对于在台湾的任何人，甚至于外国人，我们都是公平善意对待，也都严谨要求，这绝对值得其检验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一次全世界都肯定台湾，而且全世界终于分清啊，台湾跟中国不一样，台湾好吧。陈时中部长做得非常专业，非常负责，非常好，我们不会换。这是一个非常辛苦、非常团队合作的工作，大家专业分工，合作无间。在机关署的记者会上，不只是陈时中部长坐在那里，还有相关工位机管的专家坐一起，有时候还要教育部，有时候要外交部啊、劳动部，各种部会也都在做。整个行政团队大家都非常的专业尽责，大家认同陈时中部长，其实也是认同整个团队。大家一定要把台湾守好，因为我们是同一国的，是同舟一命。有政府，请安心。